麻辣小龙虾。我这些是三罐的量，39.9块三罐，都是鲜活小龙虾制作的，跟老婆饺是一家的，就是39.9三罐老婆饺那个。都是鲜活制作，一罐大概有十来个。上饭店吃这一盘咋的也得个68-88之类的。这喝点小啤酒老贵了。又是老 Q 弹了。爱吃小龙虾的可以入手了。好吃。